明天信箱还要期待多久？爱唱歌的年纪，什么是你哭泣？谁的悲伤你不忍心？当眼泪敲醒昨夜的梦，原来是雨，还以为你又来说要再见。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，听我慢慢诉说心中多少伤心话？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，一起走过从前，再把青春说一遍？明天还要流浪，还是我的方向？想